好啦，那你们就帮我记录一下几抽吧，好不好？我们现在就看你们把它抽到五星啦，对不对？这个麻辣的饼干，那个婆婆啊，那个大改版要开心一下，对不对？我们要有个仪式感，我们要先拜托婆婆，还是婆婆要抽的好一点哦。虽然我不知道她强不强，但是一定要抽的好看哦，对不对？官方在看吧，官方在看的话，这个几率应该特别高吧？我来看一下那个扭详细几率吧。我跟你讲啊，这些都不是重点啊，重点是什么东西？这个重点是。重点是这个啦，重点是这个东西好不好？重点是这个圣梅果饼干好吗？那个其他这个都不是重点，重点是这一个。OK， 圣梅果饼干还是本体啊，对不对？都是红色的，本体就是圣梅果啊，好不好？好啦，这个我先来消一下业障吧。Oh my god，skip 大法，好啊，看来这个还消的还不太够哦，消的还不太够。啊，这个笑得很够了啊，有牛奶了 ，OK OK， 好啦。怎么感觉就不强，感觉就很强啊？我不是消夜障了吗？等一下，嗯，我不是消夜障了吗？早上就这么刺激吗？早上就要让我快要理智线快断裂了吗？天哪、啊，你们还记得我前几天那个圣梅果抽下去那个惨状吧？没那么惨吧？等一下，哇靠，哇！一大早这么刺激，哇！这个笑的还不够彻底，是不是？啊啊！这个笑的够彻底了吧？可以了吧？我的天哪、啊！哇！天啊！我承受了非常大的伤害啊！后面就爽了，是不是？哎呀哎呀，婆婆啊，这个该不会就是圣梅果吧？我的圣梅果要四星啊，拜托！一个，辛すぎて涙が出るかもね。啊，包嘴你辣到掉泪，好、哦。辛さを味わわせてやる。哇，看了这真的很火辣，不觉得吗？OK 的啦，一只啊。哇，婆婆，各位要起飞了，起飞了，起飞了。这个，我直接起来，起来，起来！没事啊，这些都是点数啊。甜辣酱饼干哭在厕所，甜辣酱哦，甜辣酱，你们觉得有机会改强吗？我看那个样子，感觉有点困难呢。那个他是挥空始祖哎。对啊，我们这个这一只很重很重点啊啊！起飞了，起飞了，这个列车开跑了吗？OK 啦。哦、对不起，刚讲完就不 OK 了。刚讲完，我们都下坠了。不行啊，不行啊，怎么会这样啊？有啦，碎片好不好？哎、欸。工程师没有听到我的哀嚎啊！工程师听到我刚刚太爽啦、啊，他就说：“哎呀，这样不行啊，一定要让他那个黑脸黑一点，有没有？越黑观众越开心，对不对？”我的哇天哪、啊，这才叫做正常的几率啊！啊天哪、啊！哎，两个，
没事啊。哦，这个碎片给过、哦，这样就五哎哎，这样几个哎、欸，这样就有四分之一嘞。有，刚刚那个给过，刚刚那个给过，刚刚然后如果又抽到两个，如果都是那个麻辣的话，哇，好了，一个圣美果好不好？啊啊，还可以啊，给过啊，这样子就25个，给过给过给过。啊，给过给过给过。下一个。哎、欸，错棚啊！这个错棚了，错棚了，错棚了。安内唔通啊！好啦，没差啦，我们这个25个，这个是给过的 ，OK。好，继续。安卓不能更新吗？嗯，我更新啊。我现在模拟器这个就安卓呢。你们如果真的不能更新的话，看那个 QO App 有没有吧。但这几次王国其实正常 Google Play 的商店应该是可以看得到了，就是他的那个之前有很多东西都没开到嘛，现在应该都是可以的了。好啦，来啦，麻辣一下。也更新好了，对不对？主要讲那个数量哦、喔，嗯，我的点数之后应该是会拿来换时间啊，就是我们应该是会拿来换那个研究所或者是建东西之类的，还有其他大佬是20-30万、30-40万的，我这个13万算是客气一点的。今天更新真的有比较顺的、啊，好不好？重点还有另外一个，就是会不会闪退，目前还不确定。那个正常的这样抽，哇，今天抽的算是娱乐哎！我们刚刚边聊天的情况下就抽到麻辣饼干，我是不是要继续保持着聊天的态度，然后再跟你们讲话？喜喜安安哦，对了，那个晚上啊，晚上应该会再开第二场啦。理论上来说，如果我体力还够的话，对，到时候再帮我们管理员喜喜抽吧。麻辣，哇！哇，今天的这个车子开的真的是美败呢！哦，今天这个婆婆这个不错哦。啊，那个我们圣美果的梦想就睡觉的时候再想到就好了啦。我们现在还是专心抽麻辣吧。碎片，哎、欸。早点去播大乱斗，麻辣弄完我就去播大乱斗啊！我大乱斗队伍有稍微调一下呢。我们昨天那个谁啊，昨天我不是晚上在玩哈利波特，然后玩哈利波特的时候，有几个大佬啊，像 VT 啊，还有那个我们的超好吃啊，就是我们昨天有讨论一下三队的东西，那个 VT 有帮我配几个，然后我们等一下再来试试看。边聊天的过程中，就消了这么多的业障吗？婆婆，你的感觉，我感受不到婆婆的温度了啊！感受到了，一讲就感受到了，哇，天哪！你有抽到新的射手？这是假的，哎、欸、哎、欸，对哦，如果是新的射手，我们是不是可以有机会抽一下啊？因为那一只角色毕竟是要转那个啊。可是我现在真的是麻辣石哎、欸，哇哇，我终于感受到超级稀有那个没有特别角色加成的感觉，哇天哪、啊，哇哎、欸，是不是上一次脸太黑啦、啊？我记得有傅盆梅脸真的超级黑，那个真的黑到不行。我现在这样子，几乎超级稀有都是麻辣啊。我们除了刚刚有一个妖狐之外，对吧？我们这个很麻辣池哎、欸。哦，天哪、啊，我的妈！等
等一下哦，我看一下扭蛋几率，详细几率我看一下。扭牛汤饼干有 0.2% 可以抽到，嗯， 0.2 对啊，这是正常的那个没错啊，扭牛汤有机会抽到啦。扭牛汤你一样有低几率可以抽到啊，就是你看这详细几率嘛，扭牛汤一样有嘛，但是扭牛汤主要还是用那个电子机去抽啦。有啦有啦有啦，不过牛牛汤它这个东西长期的活动应该是就是有点像木鱼或无花果吧。啊！走错棚啦，紫丁香，走错棚啦！哦、我要麻辣，我要麻辣。哎、欸，错棚啦，大哥，有啦。我觉得通常活动池啊，那个强度应该会是中上啦。但活动池，根据我们过往的见解，活动池就是对。那个强不强我不好说，所以我不知道扭牛汤的效果怎么样，但是真的啦，过往像妖狐啊、无花果啊、墨鱼啊，有啦，墨鱼在特定情况下效果真的是不错啦，但是像妖狐现在也是躺在 ICU 嘛，然后无花果也是，我刚刚不小心按到 skip， 我刚讲完无花果，看就来无花果，我天哪，我是不是不应该乱讲话？我是不是不应该乱讲话？看，一讲完就无花果，哇天哪，这个不太妙啊！我一讲完就下坠了。一讲完就不好说啦。开始，我中了什么？可是不好意思啊，他五星了。早安，早安呐、啊！155、157，我们270，哎，碎片是多少？275对不对？还是270啊？270对不对？我们还差100多，我们至少要再中个5只吧。他们都在帮你拼木材，是不是？哇、哦，这个就是婆婆的灵压吗？哎哥，我跟你讲，如果这三个都是麻辣的话，就不得了啦。这个就提早毕业、提早测试啦，好不好？请问这只抽爆吗？嗯，通常我的习惯当然都先抽啦。那你们可以看我之后的影片之类再来决定，好不好？好啦，一只。等一下，先拿来实测，实测完，我如果进度快一点的话，当然是晚上就上影片啦。当然晚上可以先上个初步分析嘛，对不对？啊？有地方要更正的再进阶分析嘛，对不对？然后有地方还要再更正的话就超进阶分析嘛，对不对？就是依照中二的方式去分门别类。麻辣嘞，麻辣嘞，麻辣嘞，完蛋了，歪掉了。这是中二的 SOP 啊，不是啊，怎么会歪掉啦？我的天啊，我们下载5只吧，177了哦。看一下179，有没有？我怎么看到一堆奇怪的碎片？可是有些都已经满了，不太妙啊，不太妙啊！我感受不到那个感觉了，我真的感受不到那感觉，我吓！有人乱录哦，好。两个。
哇，真的不能乱立 flag， 我还是正常的讲话就好，我不要讲说剩下几只好了，到时候没抽到，不讲就没事。我们刚刚随便轻轻松松的聊天就中了，对不对？这不是中了吗？对不对？所以我们不能够乱立 flag， 那个低色工程师会读心啊。然后工程师现在吃早餐就说跟我屁事。没有啦，这个婆婆不会当守门员吧？安安安。这一次的直播啊，我有在 Twitch 上面开，但是 Twitch 上面开主要是测试而已啊。有人说 Twitch 比较不会内格，画质比较好，我不确定。对，所以我频道那边 Twitch 那边其实是双开的。昨天有做压力测试啊，那个应该是没什么问题。我们这样随随便便的讲话，就剩下50个碎片了呢。好，我真的是无心流哎，我随随便便的这样讲话就，对不起，我没抽到了。要啊。完蛋了，不太妙啊。有了。我没有立 flag 啊，我是以一个轻松的角度去看。哇，我才刚讲说 Twitch 有开，你们就把我按嘴水了是不是？欸，有了啦，很多碎片啊。欸，有人走错棚啦。完蛋了，走错棚啦，差50个啊，50个啊。完了！我们现在这样抽几钻啊？12钻，12万有了、欸。不过12万其实还好啊。哇哇哇！毕业了吗？有稍点意，打龙再看看好不好？对啊，通常打龙我是怕反伤啊。当然，如果他体质够，应该没差啦。可是像覆盆梅那个时候搓一搓就不见。哇！我今天终于中大阿嬷嘞！怎么办啊？他歪掉了、欸。歪掉了、欸。快呀、啊，麻啦！太赞了。两边的颜色差不多，是不是？好吧。哦，该不会毕业了吧？我终于可以毕业了吧？我终于可以毕业了吧？哦，天啊！我心有杂念，我哪里心有杂念了、啊？拜托，我对婆婆可是超级客气的、欸。我的心无杂念啊。终于可以毕业了吗？我也不知道哎、欸。终于可以毕业了吗？毕业吧！哦，天哪！完了，惨烈！剩下16碎片哎、欸，给我一只有问题吗？哦，完，岩壁了，留校查看了是不是？两个，给一个就够了，给一个就够了，好不好？没这么那个吧？
我的天啊！不是吧？哦！哦，这个感觉，等一下，这个感觉，我的香草要五星啦，太爽啦！哇，歪头歪头，爽爽爽爽 爽，五星了！对不起，我知道有人一定按不喜欢了。喂，不能接受！哇，赚回来了，赚回来了，爽啦！不是啊，再爽下去我没钻石了。但还是没有麻辣，等一下。拜托，你知道五星香草我盯了那么久，那个谁 ，GQN 吧，那个香草五星香草天选之人，还跟人家讲说啊，我五星是因为天命啊，我那么，等一下。我现在抓到鲨鱼，真的岩壁了啦，完蛋了！我比天选之人好吧？我们香草几月？四月，我过了快半年，我现在才五星好歹我也是每一次几乎都拼到把每一只饼干拼到五星的人等一下，请问一下，我可以抽到麻辣了没？鲨鱼会不会是那个真伤坏掉了、啊？因为鲨鱼主要伤害是30%的真伤嘛，对不对？我的天哪、啊！我的天哪、啊！完了完了完了，大事不妙！哑巴！要不要先停手？是不是？我不知道我们就差一只而已呢。真的假的？麻辣配心的射手是不是？叉十个碎片啦！叉十个碎片啦！没关系啦，你看，我们现在婆婆的列车就打开了，对不对？这两个如果其中一个是圣莓果，我们就继续抽，乱立 flag。不会吧？那大妈也是星哦，怎么办？你看啦、我们就是什么正常的玩家，正常氪金的玩家，人家是天选之人，不一样。哦，就这样。好啦，可以毕业了吧？可以了吧？毕业了。毕业啦！哇，这个之后再来一个马德莲啊！对吼，这一次更新有那个是不是有英文版语音了，对不对？刚想到，我们没关系，一个一个来，先把它那个吧。先来处理一下他的部分。好、不是 我的大妈嘞，我的大妈躺在这边。敗北って言葉はない。大妈，你至少要死心啊！先用，接下来用它吧。もっとピリッとくる辛さを味わわせてやる。我们这个用完，等一下要切切看英文版语音，好不好？誰よりも辛かった。等这个抽完 ，OK。辛いのが好きなら、あたいの村に遊びに来なよ。话说回来，我光开这个抽卡抽麻辣饼干就25分钟，你们看得完吗？会不会太长？
我有需要剪吗？应该不用吧，我就直接25分钟原封不动的上传吧。会看的人就是会看，对不对？你们都会按吧？我都抽到五星了，你们会帮我点吧？你们会帮蹦蹦的零用钱荷包补一点血吧？大妈还是要越沉越香，是不是？可以啊，不需要是不是？没问题。哎呀 ，OK 的。我跟你讲，我的粉末都准备好了，绝对是可以直接灌到60的、啊，各位，我们准备的很棒啊！好啦，我们这个可爱的东西就60等啦，我们接下来来做别的环节吧，这个就先到这边。